Hello， 你好啊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王光林，老王。啊，王哥你好，请问你今年几岁？59岁啦。啊，哦，我想请问你一下，你是怎么认识到我们的细胞之饮水的？是我朋友介绍。朋友介绍你喝的啦。啊，哦，这样你喝了多久啊？一个礼拜啦。啊，星星开始喝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吗？反应我的手脚没有力，啊，哦，又痛，满身痛。哦，现在喝了一个星期，有什么改善吗？比较好了啦，手脚有力啦。然后呢？还有眼睛。你的眼睛。啊。你的眼睛是什么事？看不到。看不到啊。我拿那个水来蒸。蒸。蒸了5分钟。哦。比较好一点，比较看到。你是眼睛之前是什么问题？以前我是那个眼。血管不好哦，有淤血啦啊，哦有淤血啦啊，哦，然后现在好了吗？好，比较现在好了，啊、看到了啦、啊、哦，之前是看不到了，啊、你的右眼啊，哦 ，OK， 嗯嗯，然后手脚呢？手脚喝了现在怎么样？比较好，有力，有力了啦，都、可以拿起来，可以拿起来了啦，啊、之前是拿不起来了啊，以前我也去登过，登高。哦，不能拿起来，现在可以了啦。啊，可以了。OK， 很好，感恩啊，你要多喝一点啊。好 ，OK， 好。